看一看啊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这个房子也是朝阳的，这个窗也是朝阳的啊。是是，哎，现在灯光啊。德叔，别的房间再看看吧。聪，咋回事啊？我去看看啊。嗯。看好了啊，这还是后楼，往一楼就八间房。重戏合璧啊，这是当年我们贝勒爷留给哥哥的。这房子，可老掉牙了。可不，这房子可有年头了啊。这太顺了。哎，你了看出嘛来了？风水不老好的。说嘛呢？说嘛呢？李导，太太请他们几位到客厅里坐。那就走吧。林妈，哎，照顾好啊。哎。我说，什么人啊？这可是太太请来的人啊。前楼是南北朝向，楼上四间，楼下四间，加上三楼的两间房，一共是十间房。后楼是八间中西合璧的平房。民国十一年，家父请了位意大利建筑师设计了这所小楼。当年的造价是……哥哥，以前的事儿你就不用细说，腻了就说。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们都看了房子了，看看能销个什么价钱。您说这小洋楼是意大利人设计的，可现如今这年轻人都喜欢新式的，这样式有点太陈旧了。是啊，隔壁的季督军他们家房子太高了，挡了咱们的视线，不大好卖呀。我呀就纳了闷了，想当年贝勒爷怎么就找个意大利人盖这样的房子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瞅见那后院都是倒把型的，破了风水了。好了，风水了。你们出个价，看卖多少钱合适？你了是卖主，你得先说一个价。对对对，是您得先出价。好。那我先说说以前的事情。这所小洋楼，当年的造价是67万两银子。那么贵啊！当然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如果有人出到30条黄金，我就出让了。哥哥，这就嘛年头了？你要价要的也太高了。现如今兵荒马乱的。有钱人不是去香港往上海跑，就是出国，别说30条了，就13条他也卖不出去。要我看您这袋买卖呀、啊、真不好做，不行您就再找别人再给您看看。你们都是行家，开个什么样的价能够找到合适的买主？我们也愿意买高点，买高点我们这佣金提的还高了，对不对？哥哥，咱可有言在先，佣金还是按乘三破二老规矩。当然，买主给您3%，卖主2%。可这价儿真不好出，就这年头，吃的喝的一日三涨。别的不提，就拿这洋白面，啊，上俩月每袋20000块钱，现在你来看看，今儿个的价儿啊。20万一袋，就是的，嘛都涨钱呢，唯独这房价落得太厉害了。要依我看，有人能给5条金子，咱就阿弥陀佛了。50两，我给55两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我那有个买主，估计能出到6条。这倒霉孩子，谁卖6条金子？你小子就是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
去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出去！出去！大门在那边。出去！出去！走吧！喂，你们回来呀、啊，请回来呀、啊！滚！让你们滚蛋！这算你干什么？妈，这个小洋楼是外公送给你的结婚礼物，为什么要卖？妈，这房子不能卖，不能卖啊！豆哥，把他们叫回来。斗儿，去把拉房欠的叫回来。好啊。妈，为什么要卖房子？你跟我说呀。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为了我们一家能平平安安过日子。妈，斗儿，去把他们请回来。好，老爷。你都你敢？哎呀，老爷，你这让我挺谁的呀？这个家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？你是想叫我去死，还是想叫这个家散？老爷，您息怒啊。聪儿啊，你就别在里边掺和了。祖英啊，祖英，你开门啊！再敲啊！祖英，你开门！敲啊！祖英，别烦我！别烦我！哎呀，你倒是给我开门啊！好样的，干嘛要卖房子呀？哼，神经病！哎呀，你别弄了，祖英，祖英，你开开门，你吃点东西。祖英啊，你老不吃，一会儿胃病又要犯了。你开门呢，你听话啊。你得吃点东西，祖音。喂，请问您是哪位呀？啊，那麻烦您把电话打到三楼书房里面行吗？谢谢您啊。少年进相，城西走，白云观前作大会，射箭击球。人马肉，再要要。哎呀，人家不接电话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要不你打，你们又不是不认识啊。你跟他是大学同学，你们熟；我跟他就是邻居。我说，一档买卖药品的事儿，你怎么那么积极呀？是谁托你买药啊？中学同学。上次你托我买药。你说是你的大学同学，你怎么那么多同学呀？你有没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托你买药啊？你对买药的事儿这么感兴趣，你是不是
从中受什么好处了？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要不我来帮你，不好。喂，祖燕，别贫了，有批官方，我话快说。哦哦，祖燕呐，大西洋药品公司啊，有批药积压了，想托你给说和说和。什么大西洋、太平洋啊？你在讲什么？老同学，你认识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。谁要没有？这是我的一个。中学同学，你不认识啊？哦，那我想想办法吧。哦，非常着急呀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啊！哎，这你别缠着我了，我得睡觉去。哎哎哎哎哎，喝杯东西再走，咱俩再聊会天。嗯，啊，好，晚点睡，晚点睡。哎，啊。门喂，啊，是我。哎呀，你真是太神速了啊！大西洋公司怎么说？哦，价钱合适，可以卖。哎呀，祖印，你可是太伟大了。哎呀，价钱是错不了，人家是大主顾。嗯，嗯，用金条交易。行行行行行行啊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明天。好嘞 ，OK， 拜拜。古佛何年卧？空山日月低。大孙，叫赵四起来做碗鸡丝面。大孙，姑奶奶呀。你不睡也不让我睡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先睡吧，我睡不着。你干嘛呀你？梦游啊？若冰？什么若冰啊？若冰刚才在这里唱歌呢。啊？今夜。的月明如镜，我俩在地上同行。让我刚才那个电台叫什么声来着？是没有永生？不对不对，怀生好像也不对。你别说，我自己找。你俩燃眉之急，这么快解决了？这叫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谁呀？嘘，好像是燕燕呢。怎么办呀？先上去。燕燕。哎，来了。你上书从房间等着我，我马上就来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啊？嗯，时局这么乱，
晚上别出去。啊，是，舅，我知道了啊。哎，若霜呢？若霜还没回来呢。看，还没回来。又是跟齐蒙在一起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呀。哎，帮舅舅把酒拿来。去呀。哦。你坐吧。若霜和齐蒙最近总参加什么活动，你知道吗？活动？什么活动啊？我问你呢。我不知道呀。现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动不动就闹罢课、闹示威，太乱了。我知道学生心里面有一种反战情绪，可是也不能排斥有赤色分子在暗中操作。若霜这孩子爱冲动，爱结交，我真的怕他在外面闯祸。燕燕，啊，你劝劝他，叫他千万不要参加什么政治活动。哦，共产党的不要参加，国民党的也不要参加。你舅母说的对，不求什么，只求平平安安过日子。关键时刻，爸爸让姐叫我去干什么？你们也真是的，让你去你们去，要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不去。哎呀，你好好听着，是哪个电台？听着呢。燕儿姐当时就应该装作没听见，还回去干什么呀？爸前两天闹着要卖房子，现在也不卖了，真不知道他在捣鼓什么呢。哎呀，你好好听着吧你。现在播放广告，606专辑。完了，过了。哎呀，让你好好听着，好好听着。过了吧，都怪你。大姐的线索又断了。舅，您的至理名言我都记住了，内容太晚了，我回去睡了啊。坐下。若冰有没有消息？没有。燕燕，你要跟舅舅说实话，别像上回那样，若冰明明在歌厅唱歌，你还给他打掩护。我发誓，舅，这次真没有。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？也许是我做的太过分了。燕燕，嗯，你说舅做的过分吗？可我是真心诚意的为了他呀，若冰，你怎么就不了解爸爸的心呢？哎呦，你别喝了。我要喝。来，爷爷。舅，您别喝了。满上。满上。满上吧。爷爷，哎，你说舅是不是个好舅舅？舅舅不是好舅舅，不是个好爸爸。
就。祖英，我对不起你。对不起。祖英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。刚回来，怎么不回屋里睡觉，跑弟弟房里干嘛呀？我们听收音机呢。收音机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关心起正事来了？好听，快睡吧啊！燕燕，你也快点去睡了。我这就睡，睡吧睡吧，都睡去吧。啊，麻烦再见。晚安晚安晚安，拜拜。你是没看见，舅舅哭得可伤心了，弄得我这心里也怪难受的。哎，双。等咱要找着若冰，好好劝劝他，让他别生舅的气了。嗯嗯。哎，可是，本市有十几家电台呢，我们又不知道台名，我们怎么找他呀？你干嘛呀？开他一个晚上，我就不信若冰不在场。嗯。看看，20根金条全在这儿了。辛苦了，老谢。哎，对了，老谢，那买家朋友怎么这么神秘啊？怎么神秘了？提货他不出面，给钱也不出面。哎，那买家朋友是不是那边的？什么那边的呀？哎呦！我可不认识什么八路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就不说了啊。买家是哪一边的都无所谓，反正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啊。哎，祖英，啊，你可得请我吃顿起士林呐。没问题啊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啊。说定了。嗯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到我医院来一趟？干嘛？检查身体啊。吃得饱睡得着，检查什么？你最近的脸色可不太好看呐！啊？哎，说好了，一定得去啊！哎，没让谢院长多坐会儿啊？哎，小秋，你看看我的脸色，解决了。都解决了，真的啊！哦，豆哥啊，继儿怎么样啊？我给他找了个坐堂的大夫看了，挺好的。哥哥，您那就放心吧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继儿他怎么了？自从他在桥上认错人，这一病不起了。这阵儿斗哥又得照顾老的，又得照顾小的，可辛苦了。这次去那边，你要过好几道关卡，自己要注意安全啊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药品安全的送到解放区。你爸同意了？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被我说服了。好，我们先走了。
到时我送你。哎，我看不用了，先别送了，越少人注意越好。咱们就在这告个别吧。追求真理，向往光明。燕燕要不要告诉他一声？不了，先去看看大哥吧。落雨了，落雨了，这天气尬好，哪里落雨了呀？阿弟，你说你大哥是不是发烧？我脑子烧出毛病来了。大哥还烫着呢。大哥，贤良要出趟远门。请，再见面呢。季儿，李季，你看看谁来了？你惊动了老爷呀！老爷来看你了。要是烧还不退的话，叫谢院长来看看。好。老爷，您外面坐吧，外面喝茶。坐下喝茶。您看，这么大老远的，您还来看继儿，其实没有必要。他身子骨啊结实着呢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听刁小姐说，就以为跳河的那个女的是大小姐呢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他也就。若冰，若冰，李记他都说什么？啊，他没有说嘛。他是搞少说胡话。哦，对了，上回您给他妈妈那个药服了，再也没有犯过。飞起来了。他说什么？飞起来了？跟谁飞呀？啊，他是搞少说胡话呢，您千万别介意。您喝茶，喝茶。若冰，若冰，斗哥，李记跟阿梅成婚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你呢？今后就在家当老爷吧，不要再到我家去受累了，啊！老爷，您这是？你呀，你看在我的情面上，不，看在格格的情面上，搬家吧，搬得越远越好。老爷，那好吧。那明天我就跟哥哥辞行去。不用了，保重。老爷，thank you.
司马祖英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专横跋扈？不经我的同意，你能随意打发我董哥？亚秋啊。我想出去走走。怎么了？这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不再提他了啊。我做了你不可以原谅的事。我是听到有风言风语说很多女人围着你，只说这个。亚秋，我在想，中秋节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好菜，然后把董哥一家也请过来，我们一起吃，好吗？不。谁也不要请了。为了若冰的事，我心情不好。就怕你心情不好，所以我们就热闹热闹。我本来还想等过一阵你有空了，带我们全家去北平玩玩呢。我们好久没去了。你把这些中秋节的菜准备好了，就早些回家过节吧。啊，谢谢太太。阿梅也回去吧。啊，对对对。嗯。哦，你别忘了一会儿给斗哥他们家均一份过去，鸡和鱼都给他啊。怎么了？啊，对，大吉大利嘛，吉庆有余。对。忙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啊！别慢，来，尝尝。妈，你在哪儿？你见到你斗叔吗？妈，月饼太难吃了。你怎么不从齐士林订啊？你尝尝新鲜的呗，老齐士林，齐士林的。林妈，哎，今儿有见到斗哥吗？没有。嗯，斗叔昨天来了个电话。电话。他说什么？他一听你不在家，就把电话给挂了。开车去。啊？你给我开车去。啊。来来来。妈，咱别去了。怎么了？我都饿了。
再忍忍吧啊！哎，往右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忘了，我今天约了亨利看电影，晚点再去吧啊！哎，往左了这。吃饭吧，别去了啊！哎呀，你别闹了，你好好开车，直走，一直直走。你认识他们家的？哎，去看过季姨儿他妈好几回了。你说他疯吧，可一见了我，这人就特别好。又回去见他，他还拉着我的手，唱起我们小时候的儿歌，歌词记得个一清二楚。妈，咱还是别去了，我都饿了，咱回家吃饭吧。哎呦，你别闹了啊，好好开车。你妈去哪儿了？大森说他坐若聪的车出去了。这个若聪，明明知道今天要请齐叔叔吃饭，怎么把你妈……陆毅。节日快乐！哎呦，节日了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丰盛啊！来来，坐，哎，坐。哎，格格呢？哦。要不，我们先吃吧。哪能啊？咱们吃团圆饭，让女主人不在哪儿成？哎，再等会儿，再等会儿啊！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闭嘴！这臭孩子不会说话，真是的。哎，宗爷，你看过小蘑菇他们演的相声剧吗？哎呦，前两天我去看了。他们兄弟集团演的那个前台与后台，哎呦，演的那叫好哦！他是根据那个《大军阀楚玉甫杀害京剧艺人刘汉臣》改编的。演员里除了小蘑菇赵佩茹，还有这个变魔术的陈亚南、陈亚华，变戏法的这个于德海、刘书田，还有这个唱梅花大鼓的荣少昌。哎呦，这帮人！真有本事啊，能说会唱，插科打诨，现场抓彩儿，整个一个悲剧，哎呦，让他们给演的好吗？哎呀，把我肚子都给笑疼了呀！哎，这戏里还串着戏呢，哎，萧何月下追韩信，哎，这魔术师陈亚南这个饰演这个萧何，学麒麟童，小蘑菇呢演韩信，哎呀，唱念做真是好啊！哎，对了。他们还有一个戏，我说什么我得去看看。好像没有人啊，妈，没有人，那回去吧。啊，斗哥，斗哥，斗哥。妈，老爷，妈，无奈和岁月长，无奈和人过往。尽人世沧桑，无奈
相顾无言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不管有多遥远，你是否能听见？我一直在身边，往日情景浮现，仿佛回到从前，笑着泪洒心间。身边，多想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想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